为什么冬奥会的赛场会播放华晨宇的《寒鸦少年》？你看他这首歌的和弦多国际化啊，左手就用一个音啊，右手就保持不变的感觉。你看，啊，右手就换一个中指，最后换一个和弦，啊，就重复了，是不是又简单又好听？可以弹唱试一下，你看。像一出默剧，事先有武器，事先的证据，暴晒很彻底，月光就坐下再祷告，乌鸦张开嘴巴，嘴巴，嘴巴，情绪到，准备左手加八度，你看，哇哦，收拾好骄傲，原谅脆弱的玩笑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唱的比弹的好的钢琴老师小辉。今天我就来教学一首华晨宇的《寒鸦少年》，这首在冬奥会赛场播放的歌曲，以及电视剧《斗破苍穹》的主题曲。我相信没有人会质疑它的含金量吧。不得不说，华晨宇的音乐创作能力还是非常强的。《寒鸦少年》这首歌的和弦和节奏的结合，听起来给人有一种要爆燃的感觉。接下来话不多说，我来教学一下他是怎么弹唱的，非常简单。好，主歌以及前奏的部分呢，我前面已经教了啊，就这里不重复了哈。我们直接教这首歌比较好听的部分，这个世界太长，时间太短，就很抓耳的一个部分。好，注意呢，这首歌的调呢是升 F 调，就是这个音唱多啊，来预览一下，哆西西在白键上啊，拉嗦发也在白键上，发咪瑞哆啊，这个音是升 F， 所以它叫升 F 调。OK，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。好，它的和弦呢，首先是四五六四五六，大家可以发到弹幕上面啊。四级，你看这个和弦。世界太长，五级。时间太短，这是六级。好，又四五六。有什么值得庆祝？好，然后再是五三六五啊，五级这个嘛，你看来不及。三在这个黑键上啊。回顾，好，六级，忘，好，这个五级呢，我们弹喜瑞嗦啊，既有归途，好，最后一个是个一级啊，先弹这几个音，好，再重复了，最难是把自己驯服，四五六一直重复啊，想哭时不如停住，好，又是五三六五啊。倒流的泪会变得坚固，去守。好，最后一个和弦来个四级，呼。好，这一段是非常的华彩，特别是现场他在摸灯光的时候。好吧，那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的教学了啊，加上前面的部分啊，以及这一段部分，我接下来完整的把这首歌给大家来弹一遍，会在自己的一些即兴的想法啊，把节奏改变一下，设计一下，给大家参考。如果说这个视频的讲解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小辉老师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一键三连哦，点关注，跟我学即兴不迷路啊。事先有武器，事先的证据，暴晒很彻底，月光的坐下在祷告，乌鸦张开嘴巴，嘴巴，嘴巴，哇哦，收拾好骄傲，原谅脆弱的玩笑，走吧。来不及回顾。
想哭是不如停住，倒流的泪会变得坚固，去守护。哎，这视频都看完了，怎么还不投币啊？你得带个头，你不带头，他们怎么会投币呢？